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很快，感觉双十一才刚过不久，双十二又来了。大伙这次准备好了吗？今天 Baller 先来一波店铺招牌开开胃。很火，口碑很好的篮球上衣 Baller 同款，双十一没冲到，这次别错过了。衣服一共有两种配色，黑色和白色，最百搭的选择。圆领套头的设计，最大的亮点就是胸前的球场大 logo， 背后还有英文字母的点缀，运动风十足，篮球元素满满，特别符合篮球爱好者的身份。穿上它，你绝对是球场上最亮的仔衣服，属于宽松的版型，专门为运动人士打造，不会限制你动作的伸展。大伙看模特小哥上身图片，可以感受到光滑的布料，看起来就非常舒服。采用聚酯纤维的材质，质地轻盈，穿在身上不笨重，摸起来十分柔软，跟女朋友脸蛋似的。更关键的，衣服具有吸湿排汗的特点，透气性十足，速干的这种天气基本第二天就能干，轻便易携带，除了打球生活休闲也能穿，特别适合学生党和上班族运动，打球搭配短裤，整体运动风十足，平常搭配休闲牛仔裤，绝对时尚前沿。特别是这个冬天，我们一般都会穿一件长袖打底，它就是你的不二之选。衣服好不好，细节很重要，圆形领口，宽松舒适，穿脱方便，一针一线精心缝制，压线紧密不易脱线，图案英文 logo， 采用数码印刷，升华一体式，保留衣服的透气性，面料升级，体验翻倍。 2XS 或 3XL 一共八个尺码，大伙根据自身的身高体重按照尺码表选择。模特小哥182-70千克试穿 L， 有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客服小姐姐，上可球场屠龙，下可情场把妹，性价比超高的一件衣服。趁着活动，大伙点击文中链接就可以进行选购，叫上伙伴冲冲冲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，老板。